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人巨人晋级的巨人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就用那个团长打败了那个谁呢？那个猿人是吗？那只猴子，大猴子。好，现在继续我们来听闻，又有的选人啊，我要选谁好？选这个。特别吵了啦，汉吉。好的，上一次我们的 request 有完成了。Earn better rank A for two time above。 哦，好的。上次的支线任务我好像还没有给他，我就直接关掉了嘞。是有完成到吗？这是十次，应该是有完成到，因为之前五次的话，现在十次，这三个都一样的吗？五个赛米圣，好，应该都是一样啊，数量比较多吧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不跟你们聊天，我就要开始了。I'm ready。予想していた範囲は見たはずだが、あ、あれは調査兵団か。で、いえ、この先はここは駐屯兵団による防衛ライン。其实这个瑞狗是男的，是女的。これより先に穴を見落としたという。巨人が通れる。おい、大変だ。巨人の群れが現れた。なんだと。すぐに戻って。はい。巨人に包囲されたか。何としても全滅は避けなければ。俺たちがおとりになって巨人を引きつけましょう。その間に本体を離脱させるんです。痛くないの？お、エスケ、ポンデ、シェドウ。要逃跑？要逃去哪里？馬で走っているだけでは。那个汉吉为什么感觉特别兴奋呢？一匹ずつやるしかないじゃない？狗狗人兴奋，我去灭了他。ほら、切り落としちゃったよ。あの縁だ。助けなきゃ。搞不定。汉吉也是蛮好用的。こっちへおいで。只是他比较吵了。痛くないの？ヤホー！ヤホー！ちょっと待って、安心は。次だね。次。要接入路线还是回去保护人先？还是保护人先？保护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，青色是次要任务。哦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保护人！妈的脚，掉！呀呼！擦！多的！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卡不到后面的。啊，有了！可是他们地刀只是怪怪的，很难绕到后面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，就是这个角度，中！呀，偷袭！操！如果没有人，我们就帮忙来讲，帮忙看。把你打爆的那兴奋，没有人帮忙，果然是没有人帮忙。所以我们来找人进对手。哎，又是猿人来乱的吧？还是？哎，害我砍不到他。妖精！上！喂，一千多是吧？应该砍到，给他去，谁丢石头？哈哈，那个猿人丢石头，不管他先，靠收着，主要的。哦，那个猿人是好像一直拿石头丢我，我在我一直跑过给他丢。Rico， 我来找你了。一百米都可以射准子弹，弟弟激动我，潜化倒蛮强的。我去。那只马我买到现在我都很少骑它，因为我觉得这喷气又比较快，快过你们骑嘛。黑狗我来找你了，需要什么帮忙？你进队嘛，我来找一些小兵进队先。黑狗，withdraw 要回家吗？
这队友还在我们这儿。好，外面出现几星种子。几星种子还几级死的？哎呦！那个红色有直直线的，那丢石头的地方。搞定。喂喂！越闪巨人，越闪巨人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？我现在到处疯了，应该是丢不到我正常的情况下。小车子，好欺负的，上！还有两次七星种，我好大只，这是。好冰啊我！哈哈，哎呦，这个丢到我，没丢到，应该是没丢到我。走，进去。好，你们今天真是干快了。喂，绳子断掉。风景，把它砍跌倒。拿精品。哦，石头，帅气收尾。一狗加入队，好啊！现在可以叫救援，可以放下。可以去第二个的那个青色点。等一下，狗老鼠，这是狗老鼠，那个树挡着我们，身体断掉。我操！快点走！可以跑出界啊，抱歉，不可以跑出界，那你过来。呀呼！呀呼！哎，这个大叔很熟悉，那个防御的吗？防御军团的。Hello， Call Soldier has died too 啊 ，Call Soldier 死掉两个，好说。我们还是回去中间帮忙一下，剩两个人现在。帮忙！阿涅斯，好吧，我这次来帮你，我先去帮这些人。等等，谁敢砍住他手？哦，他被那个巨人包围了。好像不能再慢慢拿奖励了，好吧，不拿奖励了。让他们。哦，顶到四级的顶我干嘛？好听的话，去下面帮那个老头。哦，你爬到屋顶干嘛？我要爬了，我下来，受死了。飞高一点，哎！偷袭你脖子，哇、哦！幸好那个风车没有挡到我，双杀！发呆了，发呆去了，啊！搞定！哦哟，哦！帅气收尾，搞定！老头这边的任务也搞定，现在我去。保护那个几个人都得先，死剩两个人吧。什么？换脖子？要换脖子？自己砍脖子掉饭？操！帮忙！他又来了！他没有到达目的地了。一起来去！多来！我操！搞定！接下来要去的很远，没有很远，蛮远一些。把这两只小兵解决掉。多来！我可以去帮忙砍的，我没有在砍，在帮忙砍。哎，潘吉也是我的了，好吧？帮忙砍，潘吉。阿诺奶油，我叫他帮忙，他不理我，是因为这疯子的问题哦。
本啊，先去那个青色的。用手指收下。我只掐。收工。自尽命令，掐。啊，要打倒了，好巨人。超大吗？没有，不是超大。哦，那个主要任务的那个 Call Force a s s e s s o r 对不对？那我们已经撤退了。快去收尾！啊，13000多，帅！哦，来了。他出现了还不会丢石头，应该是不会丢石头的吧？看什么看？看的样子呆呆，威力蛮强。好吧，下面漏掉一只物资，去解决掉它先。success。目标整个乱掉去。獣の巨人が出現しました。あいつは動きが読めず。哎呦，也是会丢石头，他出现的丢石头。我以为他出现就不会丢石头。不要阻挡我，我会拿火瓶。火瓶在这边，拿一下。两瓶，现在我七瓶火瓶。打火瓶是那个的，对付那个巨人就会。原巨人，哦，红色的。抱歉，不给你丢。去打，哦，被人抢去，然后，頼んだよ。OK， 分かりました。Rico 帮忙砍 ，Rico 砍一刀不死。安娜砍，好，果然是有。然后去中间的砍完这两次，就可以去做青色任务。我只能起来，等一下，换一个角度，又砍不到他，有了。现在是做青色的，上必胜，要五个哎，我记得是吗？我是因为我做的五个人，不管了，现在有一先做。嘿，那是哎，那么大的15米巨人，让他。受死吧！别慌，别慌，这么贵，他的名字别慌。等一下，尸体不要挡着我，尸体干嘛挡着我？好吧，你的手我收下。我是收尾，帅，1300，搞定，不要被石头丢掉。接下来是直跑到那边去打两只七星种啊，就是可以打破石头。咦，他没有加入的。之前并没有打哦，原来这两个七星种是那个背后他要去的那个目标来的。恭喜我们先去先，然后把他两个目标解决掉，给他安全，容易又安全到达了。我看到小手指的，有 Rico 跑不掉，有快的 Rico， 结果 Rico 看不到。算了，我自己来。隔壁那只不小心挑到他手，差。你的脚有，我这哎，我这被砍掉了。不错，也要等他来吧。他还有在400米那边。没有 ，Hello， 你是用飞的还是用骑吗？你自己先过去先啊，我先这边砍巨人，砍完巨人，我等下再过去找你。哦，他是不是抓到人了？快点放马！哦，不要乱扭，不要乱扭，你身体。我去！呀呼！哦哟，我没石头，闪掉先。哎呀，幸好闪掉。啊，弄奶油。剩一个我子，咦，倒砍断了。
爬爬。要你。次第だね。我的。好，原子巨人，好的。谁现在打你？我还那个吃那个上密室好像没有做完。哦、oh, ，我的气力用完了。你们上，我补气。原子巨人，我补完气了。肯定是要跑进，不是我感觉他攻击我。哎，我没有说的小兵，我在看小兵。哈哈，那个张在分析他的那个情报吧。你分析完了再跟我说。好、哦，助かった。什么来着？馬が残っているぞ。哦，没有，到了。嗯、别腿了，站起来，我可能要翻。我擦！哎、欸，我操！卡隆达哟，卡隆达哟，另外边手，卡隆达哟，瑞哥，你看，瑞哥看不到那瑞哥，瑞哥攻击有多强？搞定，我死我自己。哎、欸，下面那个怎么来的？小小子，你躲一个没？擦，那个黑色的感到是特别的多。你们上去砍，砍完了我要去下面了。上啊，上啊，全部上！我一叫全部人上，我别人砍到他。算你跑，自己来了。哎，怎么绕不到后面的？有了，嘿嘿，我要上还是他们在上？好的，现在要去做那特别任务先。那个特别任务也算 mission 啊，赛 mission 来的。他叫我做五个，我好像刚才四个，这个才是第五个。好吧，不管了，有没有这么做先？失业了这个。等一下，这只有点怪。那个盔甲巨人哦。果然是盔甲巨人，加帮忙。他的手的整灭，先把他手灭掉先。擦。喂、欸？喂、欸，不要乱跑。走。哇，太好了。另外一边。给他断，这边。哦哟，会跳空中给你断。该工作考不到的吗？你 focus 吧，我。准备引爆弹，他引爆弹。喂，引爆弹！嘿嘿，引爆弹，他这种怕，他就最好。偷袭！引爆弹再一颗，等一下，引爆弹，痛！有了，偷袭！擦，搞定！收工。一次失败，在空中的时候砍不到他的手。好吧，现在可以打得心心眼眼了。讲点话了，来了。安吉就是这样。现在准备我的火焰弹七颗。这次一定拿到他的脚的奖励，上次我没有拿到，这次我一定要拿到他的脚的奖励。上吧你们，丢火瓶，哦，有吗？啊，有了！丢一个火瓶，他的那个盔甲，白色的盔甲就会破掉，所以就接下来不要盯着我那个手，因为他的脚关，呀，关另外一边。丢火瓶，我要丢火瓶，有，到后面去，火瓶拿去，有，丢到了，拆，火瓶下关，不用砍，不用砍手了吗？现在是脖子，火瓶拿去。有了，傲气，砍过去，没砍到我后面，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这砍不到了，又多一根火瓶。为什么我现在砍那么多刀砍不到了？怎么回事？都坏掉了，李兄，再丢多一瓶。哦，他是用手保护脖子，难怪我砍不到。给他什么棒？啊！不给你保护，这次你保护是不是？火瓶拿去，
超大手，给我换 Mr. Success。 哦，原来他脖子是不能砍的，砍到他手手脚脚发的。我要跑了，抱歉，我这里打第三个，有网友打第三，太好了，遇到吉瑞他。明明可以看脖子，为什么不给我砍脖子？没砍脖子，早就打败他了。你看，危机は切り抜けたようだな。嗨，巨人化できる人間。我们已经完成了。普通獣の巨報告は聞いてる。単なる気候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就历历带过就好。通关。又有新的那个道具，可以拿新技能。Renew the time required between your life，那个交资源的时间变少，太好了。素材也拿到 S rank 的两个哦，也很不错、哦、这个。New special mode delivered。OK， you can complete the request。好，这次就玩到这边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